烧，小番茄。珍珠奶茶的下面有一层奶冻，芋泥毛巾卷，
我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，是刚好过期，因为阿华田的这种东西它不会很明显的吃出来的酸，所以我还是不吃了。难怪我刚刚吃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，豆豆波波。这个包装盘子。